这个租房子的，今年才搬进来的。哦，真的哦。他现在是在找说，哎，在哪里就对了。你看这样应该是的。然后他就过来了。我才到柜台跟你说好。跟他的一模一样。他当天问了什么？他给我看说这是在哪里？我说我刚讲说是 third floor， 就是第三楼嘛。他说三楼，有没有？台湾の携帯番号がありますか？台湾のはない。日本のが。